本期讲解一个对于外收费990的最新快手连怼搬运技术玩法，以比喻过同框技术4月10号更新了。项目介绍是快手连怼，大家看，就是这个一直发着一个视频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教程的详细操作教程，还有这个补充教程，软件的下载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像这个快手连怼或者是快手连怼搬运技术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